齊咁樣。平凡無故地重遊，古地觸發太多禁忌。其實情緒集來自慌張不安，愛想退避，卑微到心海千百里，問你離，挫敗到令我差一點放棄。越是看未來越悲傷，再加上太古怪的天性太倔強，導致我不想講我憤怒與信仰，我不想講連笑容也勉強。不見腦入面思想打散架，拜託俾我一次，我要瞓著覺，浮沉著每個錯誤每個組織，好似著某天有再大意講錯了事，怕你會介意。這樣無法定期，問左仲想要收成，行開下找片安寧，無非想抒發心情。哪裡料到你會如此反應？愤怒越却步助，也不想抱憾，乘着行意怒气到老，细数苦恼留下深刻的记号，提示着我要每天进步。发现脑入面思想打晒架，偶尔都会比较，偶尔马后炮，犹豫着满脑决定，满脑指教，会火爆，授予的话拒绝都需要礼貌，别怪我计较。大家都唔好等咯，即係好似今日咁樣，就算唔好天，我哋都可以開心。